瞧一下。我好像得了检视频恐惧症，所以又拖了很久。这只小鸟还是用的锁链绣填充，先绣好轮廓，然后一层一层往中间填。脚用的是直针绣，就是用线灯盖住，嘴巴也一样，填满就好了。眼睛用的是轮廓绣，这样一只小鸟就完成了。再来绣一只小瓢虫，同样是锁链绣填充。欧式刺绣真的是很简单，来来去去就那几种针法。作品的好看程度主要在于图案和配色，我觉得比实际绣好玩，做成品也快。最后用节律绣再绣几个点，六弧线绕两圈，完成一个，一共绣了六个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